媒体朋友哈来采访，今天这个记者会呢，本来名字很单纯，叫做陪审制度不建立，民进党纲是个屁，当然有一点不礼貌啊。但突然呢，出了一个状况，昨天多米尼加宣布跟中华民国断交，就让这个记者会变成两个主题啊。所以也凸显呢，这个台湾必须变作是一个主权正常的国家哈，那么我们才可以省掉这些麻烦。先介绍咱今仔日这个记者会哈，咱主要就是咱台湾国办公室咱的创办人王宪吉来所发起。台湾国赞赞，中华民国赞赞。来，我感谢哈，长期这个关注台湾外交问题，那呢，前国防部长，那什么是现任呢？台湾联合国协进会，那呢，蔡明宪理事长。OK， 杜秋平是咱台湾陪审团协会哈，那呢现任的理事长是咱张进律师。OK， 另外江秋平，咱这个国会透明。大概协会了哈，理事长蓝胡适和啊，洪舅舅了哈，洪舅舅哦，起码被惨算。好，所以呢，这个两个主题啊，我就请我们今天呢，这个我们不同团体同时关心这个主题的这个前辈，来对这两个主题呢个别表示看法啊。首先我请请咱台湾国办公室创办人王宪吉。我来话，拜六下晡骑出来自由广场，大家大声喊，全民陪审大游行，一句一句慢慢啊喊，大声喊，安尼好不？好。拜六下晡骑出来自由广场，全民陪审大游行。啊，大声，搁一遍。拜六下晡骑出来自由广场，全民陪审大游行。我讲话吼，包括拜六下晡骑出来，大家大声话，台湾国大游行，好。好。拜六下晡骑出来自由广场，台湾国大游行。拜六下晡骑出来自由广场，台湾。咱前蔡部长，也是联合国促进会理事长，咱陪审团理事长张进律师，啊，陪审团张副律师吴世豪，现场，咱的志工，咱的记者小姐先生。大家欢迎，大家好。好。今天呢是百感交集啦，会使讲计划赶不上变化。本来是讲要支持陪审大游行，结果咱听到。花都长高，蔡英文一直坚持的维持现状，去中国弄破去。蔡英文敢要继续维持现状吗？你穿这领传统的。搁旧、搁破、搁厚、搁臭的中华民国垃圾衫，敢也穿会落去？所以我念伊，要送伊一领台湾国的新衫回穿，邀请伊来参加拜六下晡全民陪审大游行。
请台湾国新三大游行。各位，建立新国独立的台湾国，是民进党的党纲。根据这个党纲，要建立全民的陪审团。你若搁穿这领中华民国破衫，你外交用金钱外交，你永远都会被断交。只有用台湾主权外交，才是永远的邦交，才是永远的和路。在内政方面，我发下上届专员建议，你来用中华民国的后尾草的破衫做思考，你都无法度专员建议，你就干那晓国民法官，你都袂当全民陪审制度，所以。要建立全民陪审制度，一切拢要用台湾国主体的思考、的视角来考虑。咱要求专门归今仔日起放弃维持现状，真真正正。用台湾名义主权外交，对内政方面真真正正按照民进党的党纲建立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制度建立起来，才有可能断绝恐龙法官，才有可能断绝贪污法官。才有可能断绝乱判法官，才有可能断绝办理不办难法官。各位，还要用中华民国名称去做外交吗？尤其昨天。听到胡钊燮外交部长说，现在已经有的19个邦交国都是承认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我讲伊客气讲，神经错乱。中华民国承认中华民国，就是承认中国。啊！恁落去抱中国的大腿，你把台湾当作什么？那是你讲，这些头人拢讲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台湾，叫做华独，咱也搁会当接受哦。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台湾，这就是阮讲的话道，阮还阁忍耐当接受。一个外交部长竟然伫正式公开的场合，讲到19个邦交国拢承认中华民国代表中国，你客气讲啦，你去做中国的外交部长好无？你把台湾看作啥物？你心中敢有台湾？你安尼违背蔡英文维持现状，中华民国是独立的国家，名叫做台湾。你违背蔡英文，你敢有资格做外交部长？马上要落台！落台！你若无向全民道歉，我就要来外交部长、外交部遐。把你中华民国外交部看到听落来，
对，不是你试看嘛？对，拜六下晡，听台湾国的，听培训团的，拢集合在自由广场，来游行来开道，有走势，若无公开道歉，咱就甲砍板甲拆落，好无？好。这看，甲台湾人，甲台湾这主体。大力多卡，这什么小啊？外国部长，叫什么名？医生。啊，多谢钟万林吼，大家听出来，钟万林其实拄啊反讽啦吼。因是安尼讲，因是安尼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所以大家听得出来，钟万林伫甲反讽啦吼。那么拄啊有讲到吼，金权外交不可靠。主权外交才可靠，所以咱大家来画一个吼，就是我拄啊讲这个考核吼，我讲一二三，大家画金权外交不可靠，主权外交才可靠，咱同齐画两遍吼，好来，手举高，金权外交不可靠哈，主权外交才可靠，画两遍吼，一、二、三。金权外交不可靠，主权外交才可靠。金权外交不可靠，主权外交才可靠。来，麻烦咱请部长。很敬仰啊，咱这所有好朋友啊，我今日对台中起来来支持。这个、陪审团的制度的建立，是咱台湾有需要建立一个陪审团的制度。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真正是若有人民的参加的陪审团，司法才会当公正、公平，会当公开。第二项，全世界。都慢慢啊走向了陪审团的制度，卖讲美国、英国、加拿大，即个其他即个英美法系的国家走向陪，已经陪审组已经几啊百年的时间，甚至伫咱台、伫咱亚洲，已经慢慢啊拢伫走向陪审团的一款审判的制度，包括新加坡，包括香港，包括印度。包括西兰，甚至澳大利亚、纽西兰，拢是行陪审团的制度。甚至日本甲美国，日本甲韩南韩，嘛是渐渐已经去改向陪审团的制度。所以台湾做一个亚太的国家，走向一个人民的司法、人民参与的司法、人民决定的司法，我们才有转型正义。我们台湾。才有一个公平合理的审判制度，这是第一项。第三项，即摆台湾的民意，最近的民意调查超过60%，甚至要接近70%，60%、70%的民意拢支持陪审团的制度。啊，既然安尼先，蔡英文总统伊咪讲，伫两年前的。就职典礼时讲，要他要建立一个人民的司法，人民参与的司法，人民信任的司法。啊，是啊，经过要将近两年的时间，司法国事会议到今嘛，没有受到人民的肯定，65%。民意调查，台湾人民不相信司法改革的进度，佮提出来国民法官法。所以我今日特别为了是安那台湾爱支持审判制度，啊，我对于超多1999年参加第一次的国家的司法改革，我就提出讲，台湾要建立一个司法制度，就是人民陪审的制度。因为我过去在美国做律师的时候，我也参加过好几次的这个陪审团的参与。我刚刚就讲美国甲台湾，
美国的人民对美国的司法法呢，将近有九成以上的民意相信是美国的司法，而且台湾超过80%的人不相信。我想在这些卖公司、这些背险，包括在这的司法的朋友、警察的朋友，因我是相信台湾的司法，透过了陪审团的制度，我相信每一个人，不管是政府官员、警察朋友、一般的老百姓，都地告点尴尬的讲，人民参与审判，而不是由一个法官、三个法官、五个法官来决定人的生死，甚至的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所以我今日哈来参加这个公听，啊，就是要支持，全力支持台湾的司法改革，支持台湾的转型正义，支持台湾的国民参与审判的陪审制度。啊，我一向跟大家做一向的报告。啊，我愿意跟大家做伙行，啊，跟所有的朋友不分党派、不分朝野，做伙改革台湾的司法，走向全民的陪审制度。以上，谢谢。来，多谢部长吼。那我是要跟媒体朋友讲一下，这个伫咧张晋律师讲话了后吼，咱就要送台湾国今年专为游行设计的 T 恤，啊，加另外陪审团制度的衫吼，要直接送起来去给蔡英文总统。咱要看蔡英文总统是不是会当接受台湾的这个人民的声音吼，所以我请媒体朋友稍微再等一下下。啊，另外再来画一个，拄啊，这个另外一个口号，就是咱支持陪审团吼，所以来请大家对我画，就是国民法官赖哦，陪审制度赞，国民法官赖，陪审制度赞，画两遍，赖比这样子吼，国民法官赖。陪审制度站，好，一、二、三，国民法官站，陪审制度站，国民法官站，陪审制度站。另外就是今天的主题哈，再一次哈挑战民进党中央的党纲哈，这个陪审制度不建立，民进党纲是个屁，我们希望不是这样啊。喊两次啊，一、二、三，陪审制度不建立，民进党纲是个屁，陪审制度不建立，民进党纲是个屁。好，张晋律师，谢谢哈。2010年白玫瑰运动的时候，我在台湾的网络上推行这个陪审制，深绿的郑文龙郑律师就来找我，啊，一起来推动陪审团审判，啊，我自己是外省眷村第二代，我到现在台语讲的还不是很轮转，啊，其实我是历史上国民党我40几年的党龄，我是一个非常背景上非常深蓝的人，可是意识形态上我是属于中间派的，中间稍微偏蓝一点也许吧，啊，可是呢，这么几年来，我发现陪审制度可以让我们支持统的、支持独的、背景是泛蓝的、背景是泛绿的。所有不管你的蓝绿统独，都有一个共同的支持的。我想大概除了陪审制，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可以让我们统独蓝绿一起站在一起来发声的，大概只剩下陪审制。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其他的改革制度能够让我们蓝绿能够一起站在这边。要求啊，民进党中央要求我们的司法当局能够支持陪审制。事实上，民进党的党纲28条多年来都是支持陪审制的，都是主张陪审制的。小英的10年政纲也是主张陪审制的。可是，一旦民进党当权了，
为什么就把陪审制丢在一边？这是我们深深不能够理解的。啊，这也是我也愿意跟独派的朋友们，啊，其实啊，政治上的主张可以不同，可是司法上我们要改革司法，支持陪审制的主张，大家一定是相同的。你们说对不对？啊，在场的警察们，啊，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支持陪审制。台湾的司法是个什么样的司法？我相信你们心知肚明。啊，支持陪审制，对每一个，对每一个，啊，会跑到、会进入司法程序的人，啊，陪审制会让啊他们进入这司法场域的人获得最起码的尊重，也可以获得啊最不容易被冤枉的这个情况。啊，陪审制是可以让冤案减少，这个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我们希望台湾未来不要再有冤狱，不要再有冤案，不要再有冤民。啊，那唯有支持陪审制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谢谢。好，我们看看总统是不是能听到这个声音哈、哦？来，充满连单这么多总统单夹骨啊，来铁这个邀请函哈、哦，啊，跟咱陪审团的衫，来，咱来上来，那个。好、哦。那个今晚要上衫哈、哦。好、哦。那个要上衫以前哦，先来我踹油门，大家大声话加油好不好？踹油门，加油！踹油门。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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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好，来，充满您跟张静律师来，咱家这个邀请函哈、哦，来，张律师还是四儿兄，咱当地上届的总统，哈、哦，上届的总统，来，妈妈奶奶，当地上届的总统，我们要送给总统，我们要送给总统，我们要送给总统，我总统讲，我们要送给总统，我们要送给总统，希望总统听到人民的声音。张律师，太辛苦了，各位啊，媒体。啊，咱张律师，我们是把这个善意送给。咱今仔日是要送礼的，回蔡英文总统，请穿这领衫来参加陪审团大会。这有一领是陪审团设计，一领是台湾国设计。看伊要穿哪一领拢会穿，咱拢欢迎。咱是用礼貌，唔是要去甲抢，也唔是要去甲安怎。咱是用做主人的身份，要来请蔡英文兼蔡总统，送一件新衫，这才有意义。卖阁穿中华民国，迄领旧衫、破衫、烂衫、臭衫、老寡生的衫，穿这领，穿这领，你看，这里是。所以上面上一千，啊，所以上面上一千。穿这领，这里水。哦，像我身躯这么水，有意义。哦，啊，陪审团这拢足水的。咱是做主人，做一个选民的身份，有礼貌，有邀请，要送。安尼敬到先生，敢有理由甲咱当这个主人？敬到先生有理由当无？对，对。咱有理。有礼数对无？有。咱要送礼品来蔡英文对无？有。咱不是去要去找麻烦对无？有。咱不是要抗争对无？有。好，两个代表，阮是真客气，真礼貌，两个代表。哦，我是代表台湾国。啊，张静律师代表陪审团，阮是用力的，唔是要来甲恁下，哦，请警察唔好干涉。代表，代表，代表嘛。迄无够尊重，无够尊重，无够尊重。
无够尊重，无够尊重，你甲声音上去，我要起来当面送话，我尊敬的董主席，各位，我是一个民进党的老党员，一个1987年加入30几年的老党员，要提礼品送给蔡英文总统。安尼敢有过分？无。安尼警察甲我动有理无？有理。请警察离开，请警察离开，请警察离开。民进党无够格，只有小姐无够格，只有小姐无够格，无够慎重。警察离开！警察离开！啊！我要上海东主席，爱对等。李先生，李小姐，爱贵党，表达诉求，两个代表在上面，我在上面中间，两个代表呢？两个代表呢？没有维安的问题。两个代表呢？两个代表呢？两个代表，好，我们是安家良民。那不行，我要夺得住啊！叫做主的出来，你别串我，叫我出来，喂！叫做主的出来，你滚吧！叫做主的出来，两个人而已啊！哎，好，上满你应该当快的，叫做主的出来，叫做主的出来。两个人而已啊！对，怕什么？啊！让你们受震啊！看我，现在连了哈！震啊！来过来话，娃娃蔡英文，打个话上。出来！蔡英文！出来！蔡英文！出来！加油啦！蔡英文！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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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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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派个可以代表的出来嘛，拿了就进去啦。两个人而已啊，对啊，不要大家浪费时间啦。你们是中国军吗？让我去查吧。没有关系啦。没关系的，你就拿着衣服就好了嘛。党中央没有人了。下边人好啊。两件衣服你怕怎么办？完全两件衣服怕怎么办？你的民进党的终身党员，你的讲道理的律师，陪审团支部的理事长，中央党部出来拿的。蔡总统来参加游行，不应该把民意拒绝在外面，所以麻烦来。来麻烦咱的警察朋友，请你让开一条路，就是咱的创办人，一个80岁的老人，甲一个嘴手拢白啊，现在几岁我嘛唔知，的文人哦，要送这个邀请函来给总统哦，所以来麻烦警察朋友，麻烦警察朋友，教育部的人，请你们协调一下，不要让他出力，总统没人出来嘛。好了，我们请社运部的人讲一下。啊，我问到底在那边去啊？对啊，对啊。我们就上去。两个人，两个代表。上去。安家良民，安检嘛。这有做邦交不对等啦。武器啊。这有做邦交不对等。有武器，怕什么？一个80几岁的老东江。结果叫一个少年呢。两个人要去，两个人。民进党跟主政不对等吗？民进党歧视吗？民进党看不起老党员吗？对，对。这个能做主的出来吗？民进党看不起老党员吗？民进党看不起选民吗？叫一个能做主的来了，看总统府来也可以嘛，中央党部来也可以嘛。
叫警察为难干什么呢？警察加油，你们辛苦了。中央党部、总统府出来一下就好了嘛。好了，咱知啊，咱知啊，今仔日有重要的代志你处理，但是搁再强调一遍，就是咱王创办人一个80岁的老人，一个老党员、终身党员，啊，甲律师两位表达善意，所以请警察让开，和金两位代表。代表蓝糖果，代表蓝黑粉团，后面的几十个联盟的团体上去邀请函，哦，叫你干单的代志。那么，那个，税务部是不是有法度协调警察？阮无希望他们家小黑小黑这么爱管，啊，哦，是不是请警察怎么样让开，让我们两位长辈上去？就两位而已，不到20位。好了，那我们真不行，我们就冲了。好，好去表达对蔡英文总统的邀请，让伊知影人民对陪审团制度、人民对台湾外交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关心哦。所以，来，所以，哎，来，那要不然我们就冲上去了，啊，看你这人冲上去，来，我们那我们这边就往前，看你这人冲去，无你就搞。那个呀，这个属实啊，无呀。这个不对的，发呆了，无呀。啊，两个人无呀，无呀，赶紧你改过来。不要乱举牌子啦！不要乱举牌子啦！不要乱举牌子啦！对啦。先生，黄县及县长以及县长参加集会活动的这些小姐，请保持理性和平。请保持理性和平，不要有非警方举外跑暴力的行为。警察朋友，安尼有道理无？我有礼貌无？我有过分的要求无？我有犯了职位优先法无？我有犯了公务侮辱公事无？我有侮辱言说无？拢无。不要打击我的自由。啊！你哪敢动一下？你会使两个警察？
对蔡英文，你的朋友对蔡英文之所以还个期待，就是因为蔡英文曾经讲过，2010年5月25日，伊讲过，中华民国是一个流氓政府，阮真欢喜。如果这是蔡英文的中心思想，蔡英文总统、蔡英文主席，你跟阮是共讲的，那么，这的人。包括我们一个创办人，这老人徛在家，安尼就徛了有价值，哦。那么我们希望来就位，那是就位，来就位，看有没有就位这位是。吊牌吗？吊牌吗？我们专员欺骗我们。所以讲这是夏文波副主任、杨副主任，公创办公。哎。专员啊，欺骗我们，少英副主任。杨浩诈骗吗？连进堂都被诈骗。杨浩，也是诈骗，也是你来，你来说好。我来。你这个说政务副主任啊，政务所以当代表，对，当代表，所以咱咱接受了。早就应该要过，麻烦在那接触，那但是第一个见面呢，我们让一个，来开始，我们让一个，让一个画面哈，来让一个画面，我们谢谢杨副主任，总统做无用的，咱知影哦，杨副主任老早落来，老早落来。副主任请来主席讲，拜六大家最希望伊会当来参加游行，哦，如果伊若有闲的话，哦，来，咱嘛请杨副主任哦，看咱大家徛站住哦，有啥物看法？主任啦。嗯，各位的声音，那个蔡总统、蔡主席都有听到，那我们一定会把这些声音带到我们的党主席，也会跟我们秘书长做一个汇报。那希望大家的意见都能够成为我们参考的依据，谢谢大家。好，来，那我们就，好来，我话蔡英文，大家话加油哦，来，蔡英文加油，蔡英文加油，英文，加油加油加油，蔡英文。蔡英文加油，英文加油加油加油，好，老早老早点点吧，老早其实给我蔡英文哦，大家看一下哦，袋子哦丢掉了，我们给副主任加油，副主任加油，副主任加油。